Hello，兄弟姐妹们，这个是我夜间赶海的时候发现的一条多宝鱼啊！它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会隐藏自己。给你们变个魔术，一二三，变！哎嘿嘿，不认真看的话，是真的看不出来的。如果你的手机还有5%刷电啊，请给老妹留下一个刷机，关注我，看我直播喽！来了，兄弟姐妹们，有的老铁想看这个八爪鱼喷墨啊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想了这么一个办法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喷出来了！喜欢吗，老铁啊？如果你连接 WiFi， 手机还有流量的情况下啊，麻烦你给我一个双击。喜欢户外赶海的，给个关注，开我8点赶海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，这是一条生气鱼啊，它生气气了啊、肚子非常大啊、非常的可爱。别被这剪刀吓到了啊，我只是做了个封面啊。拍完视频以后，我随手就给它放生了。进来了，老铁，如果你连接的是WiFi 的话，请给我点亮一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马上赶海直播喽。各位朋友们晚上好，这是我赶海的时候啊，在海边发现了这么一条鱼。听老一辈渔民说啊，它的名字叫花斑老鼠鱼啊，生活在深海的一种，皮也特别的厚啊，像牛皮一样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啊。嘿嘿，订了老铁，手机有电的话别忘给双击，喜欢的加我关注，看我晚上直播赶海了。来吧兄弟们，天天灌沙马蟹我也灌不出来，今天我特意从家里偷了两个鸡蛋灌一下发财蟹，不知道能不能灌出来啊。要两个双击，一个男神的，一个女神的啊，算了，不要了，现在要双击也太难了啊，我怕上了热门以后啊被家里发现啊，怕会搓衣板，双击就不要了。